先加好，这边加胶水，把先酱吸好胶，这边先吸胶吸好，放到这边，这边再拿过去给这个师傅再做第二个，把胶料上去。就是一下，点胶加的不够多，稍微点一点上去。然后这边呢，就加底胶，加底胶两个膜上去。然后呢，这个上靠在一起。